土地公、神女、宋灵皇，保佑各地的平安。我敢那求，我的后生子孙会当平安顺利。子孙的秘密，我已经暗藏30年啊！我想袂到，因为阮大家伊需要我管，差一点啊就变空气啊！土地公啊，其实子孙这个囡仔，伊嘛是真可怜的，所以我求你，我求你，就给我把这个秘密塞入去棺材内底，我拜托你。给我心杯，给我会当较安心，好不好？我求你啊！不不不，等姐，等姐，退一公啊！都叫我讲好清楚啦，吼！我敢若需要一个心杯就好，我无贪心，一个心杯就好。拜托你啊，拜托你啊！夜杯？你什么意思？连杯拢徛起来啊！啊！你就代表有进步、有希望，对无？特地讲，你一定是这个意思，对无？好，好，好，那是安尼哦。你给我一个神杯，归去啦！我归去，我拍一个金星给你，吼，给你规身躯拢金闪闪的，吼。只要你会当给我相信，子孙的秘密绝对袂变空，啊，子孙的未来一切拢会顺利。平安，好不好？我心中的，甲你请求，拜托你，拜托你啊，好。你想做假干呢？我知影，你就是开心事做伤衰，假期的时阵来拜拜，求神明保庇。你是子倩？你真正是子倩 ？Long time no see， 你较介意我叫你阿姨还是林姑娘？来迄天，我伫个客厅车顶看到的，真正是这个死头鬼啊！毋是我目睭花去看唔到啊！你伫遐创？你会当来，我啥煞袂当。你就是拢做一挂恶道天理不容的妖兽呆，这一只球杯我拢挂无过。我可能你上好是放弃，等报应来的时阵乖乖啊才收就好。公公，我拄则求的话，拢予伊听着啊！你也毋知影我咧求啥，莫伫遐胡白讲。我哪会毋知影？毋就是伫遐未去转个顶？公公未输，
你全部拢有听到同款。那真正是安尼，你讲出来啊！你真正唔惊呢？你迄白气光的秘密，除了你知、我知、神明嘛知，安尼阁无够，你阁希望互相知影？一听哦，就知影你啥物拢无听到。干嘛呢？你拄只讲话久，我就听话久。你讲真正我讲错，你就唔惊你的秘密，即马阁互别人听到？你啥物拢唔知影，赖在后边讲。我讲啥？我做啥物？我拢是为着我这个家，我也无做啥物歹代志。我伫这求神明保命，有啥物唔对？为着你的家，你敢还阁会记得？我嘛是恁家的私分子，你敢有求神明保命啊？算算去，像你这种做歹代志拢袂心虚的人，就算跋杯一百遍，神明嘛袂甲你斗相。看到无？神明在咧笑你，就是笑你唔知廉耻。我哪有做啥物歹代志？你这死老鬼啊，就是爱家己想家己对啦，你还有脸？林子谦，明明前几天就回来了，是怎么没直接来找我算账？而且刚才，他如果真的有听到子谦的事情，一定不会这么简单就放我耍。看这个办事，他应该是没听到什么，我就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了。妈妈，现在的手术一定成功顺利啊，啊就代表土地公有在保庇啊。是啦，等下我妈若清醒，啊，咱哦就爱去甲丹青哦关心一下吼。是啦，是要甲伊关心一下。你敢唔知影，水桶哦放伫遐只会害人跋倒呢？你脚手这么缓慢的人，哪会当伫遐便宜做代志啊？我绝对会甲你投诉啊！是的啦，都是自己。是咧创啥的啦？啊！你共水桶哦车倒，啊！你搁踮咧食内房啊？是国庆。是的啦，啊！涂骹哦，甲你用到拢全水，无哦，我替你哦撸撸的啦。李平阿姊，敢是你？国庆，你哪会这个时间来病院？是不是你的身体？呸！我国庆的癌指数就无简单才降落来的，哪会了乌鸦嘴拍这衰啦？哎呦，李芳啊，啊，你唔通安尼哦，甲阿姊讲话啦。我倒位讲唔对啊，伊本来就是。阿姊啊，我无代志啦。啊，其实是妈。妈，妈安怎？妈就得着梦暴性肝炎呐，啊需要换肝。换肝？不，无当奈安尼，伊身体以后拢真好啊，奈不干安尼啦。阿姐，你莫着急啦，阿妈哦，拄啊手术完啦。我想要去看妈，你带我去一下，看一下就好不？哎，是对啊，唔对啊？阮嘛是足无简单，才度过这个生死关头的呢。啊，你这个替扫帚是想要给伊带水哦？林芳啊！喏，我去看阿公，我嘛叫伊一声妈妈。我去看阮妈，你有啥物资格甲我动？绝对袂当去啦！你这个扫帚星哦，迄是天公伯给你点油做记号的呢。你若是去看嘛，万不能干嘛去抢着，还是刷着？不要客气啦！你常常古古拢要讲我是替扫帚，是扫帚星。那呢，你对我的代志一定足清楚、足了解吼、哦？你敢袂惊？看清楚，
讲清楚无？我敢那一刀，都有栽掉，互人轻松落魄，互人农家散财，甚至互人破相。你敢确定你继续掠我？无你即马想安怎？你想要伫个病人身上呀？哎呦！你有安那无啦？你真正是恶人无胆。我现在，我顶面第一遍我看到你明明你都就是个做好个做勇气，是啊，才偌久尔，你都变安尼。阿姊啊，麦手术真顺利啦。是麻烧还袂倒的，麻烧一直在睏呐，你免烦恼啦吼。阿母，我妈这么讲给他，他真想找我告辞，我就唔敢的。妈，这几年我拢去庇护的，去病院做义工，我有发现一个道理。就是有一挂人，伊拢爱做口业，爱讲歹听话去批评别人，完全唔知爱检讨家己的错误。通常这款人拢无后悔。哎呦，你莫阁吵啦！那我甲你送出去哦。啊！你无听到伊在讲啥哟？伊根本就是对我借口多些嘛。尤其是这款人，若是遇到代志袂顺利，或者是心肝的不安，伊嘛是唔知爱反省，嘛是拢想走去庙的，去问神去跋杯，啊那跋无杯，伊的心内就愈不安，就愈无智慧去面对去处理。其实伊拢唔知影。你安尼做，唔那家己做孽，凡事过去拖累着家己是谁？朱丽萍，你给我讲话！妈，你一定要紧好起来。我会加做一寡善事，甲你添福寿，我嘛一定好我收好你。哎呦，你身躯边的妖魔鬼怪，伫遐咧作乱，你好我妖怪，我袂过来看你。真心啊！你一定是听到阿姊在叫你，才醒起来对无？别走！妈，妈，是嘞，早看不了。我看不到，都是我害你，是的，是老百姓，是阮家己爱他的仔，家己不管的。